走，包饺子去。好，汤圆我去包饺子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辣子妈妈，我是小辣子。明天不是要去九寨沟了吗？然后我要准备给小辣子和爸爸准备一些干粮，不然的话他们在家会饿死的。买了两斤肉，然后买了100多个饺子皮。今天包饺子不知道包到什么时候去啊，这都已经9点多了。为什么跑我家来包饺子？不想让我睡觉吗？叔叔也来帮忙洗手去。洗手叔叔。会了吗？你会了吗？会了，确定？再来一次。一学就会。一做就废。叔叔爸爸叔叔妈妈再教一遍，跟着学。看看呢，中间贴一点吗？中间贴一点。看一下出丝没有？没出丝。哎，还可以。这种东西出丝？还可以。那岂不是把师傅开了杀了他？哎呀，我今天肉买的太多了，这一大盆，包到什么时候去？爸爸明天给我留着，我明天买点饺子皮回来给我算了。我这个饺子皮肯定也有多的。你肉肯定不够，我跟你讲。够了。我感觉你今天的饺子皮是不是薄一些？小一点。哎，薄的小的。所以绝对有够。然后这碗有没有可以吧？不是，我的韭菜没放完。可以，很好很好。你怎么这么聪明呢？你们看，瘦瘦妈妈好能干的，一会儿功夫就包了这么多。对呀、啊，太能干了。要不由你今天加晚饭。小辣子，你的饺子呢？哈哈哈哈，我要不要拿去冰着？不然的话都塌了，是吧？煮都好了，都塌了。叔叔，你练这样的。又来一个小帮手，叔叔啊。为什么不行了？这个丢掉。别让你抱了，走吧，你走吧。我才刚包一个。他们包的饺子千奇百怪，一个人包一个样。好像你没包似的。我包了啦。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，这样子。小辣子、嗯，妈妈走了之后，你要在家照顾爸爸哟。你走啊！我已经问我的过来了。你走啊！是你照顾爸爸还是爸爸照顾你？爸爸照顾。你照顾爸爸。你晚上放学回来就做饭，你爸爸吃，听到没有？不会做，不会做呢，你就饿死。我准备土便，土便也可以啊。爸爸不吃。吃的，他饿了啥都吃。包的还挺快的，一下就包完了。我还说要加班加点呢，还不是有劳这位大师傅。哎呀，没有了。我就要夸你，夸的你心花怒放，是不是？小辣子，这是你跟爸爸这一个星期的口粮啊。这个星期六你不就回来了？是的呀。那你不准走。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我就要走，我就要抛，我就要抛夫弃子。妈妈，你之前不是说很担心我们妈妈你怎么样？我不担心你们。不去算了。我就要去，我就要把你两个抛弃。见底了，包完了，还剩几个饺子皮，很完美，没有多很多。